国内一家制药厂配合大甲妈祖的绕境行程，一连九天举办了联合义诊义卖的公益活动。除了提供民众按摩的服务，同时沿途也发放了20000片的贴布，帮香客消除疲劳酸痛。国内这一家药厂已经连续13年都邀请推拿整复师职业工会，还有台湾推拿研究发展协会举办联合义诊义卖的活动，希望可以帮助香客在活动当中消除疲劳，同时保持体力。